微风广场的 miumiu 专卖店上周二开幕，除了有新婚的林依晨，还有两岸三地的明星名模到顶来参加。廉价到香港的王怡人也特别飞回台北，这衣服开口很低耶，真的吗？对呀，然后就突然发现这件事，对呀，他不喜欢露之类的，他觉得特别色。现在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比较介意的？哇，妈妈手臂，哎，不要这样子。少林武功盖天下。比较凉吗？对啊，现在就是都是我是阿童博啊。身为桃给牛的孙芸芸，当然要来站台啦。今天，红毯，这么好花俏。为什么不站高领？就好像喜欢这边。萧亚轩穿上2015年 miumiu 最新春装，充满70年代的怀旧嬉皮味。他一直夸奖你说你今天穿的，他才可爱好不好？他一直说哇，他鞋跟很矮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你的那个 draw card 就赢过去。更特别的是，萧亚轩还当 party DJ 呢。